大家好，我是 Rice 周震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ce 和洛洛。OK， 嘿、hey, ，你们好，我是 Rice 烟许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ce 夏之光。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ce 翟潇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ce 张延琪。谁会最擅长玩说唱的三个游戏呢？我觉得我可能比较会玩这个游戏。对，我觉得吧，我吧。我觉得呢，抱歉，也是我。对，公公也觉得是自己是吧？没有，是我爸。我觉得吧，我爸，我爸。好的，好的，下次就按对方请到爸爸一起来玩这个游戏。我觉得是楠楠吧，因为我们之前玩过一次你画我猜，然后他猜的还挺对的。人送外号抽象艺术家，一定是我最厉害，没错。看到大家都这么自信，真的是很好呢。那开始之前，跟大家想一想开始规则。塞班，塞班，什么？如果说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惩罚呢，可以撒娇 Q 一名成员，让另外一名成员来帮自己完成这个惩罚。当然要另外一名成员同意才可以。啊，你撒娇太难了。好，开始吧。现在就开始了吗？要那个二扫码进房间。我们准备好了。来吧，高手过招。哇，这个好难啊。来吧来吧，周震南，接受审判吧。来个简单的，嗯。好，先来个简单的热场。他胜利条件是猜出来的人越多，他就赢了吗？就是不是？我们全猜对的话，他就要扣分吧？好像。全答对了不加分，都不答对的话也不加分也不减分。啊，我知道是什么。啊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荷包蛋嘛，这个不就是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念出来？真香，不对，你这个不对。奥利给！哎，他为什么给我码了？我打了三个煎鸡蛋，他给我码掉了。因为你那是正确答案。哦，原来我这个是正确答案。哦，我说呢，不能，我说为什么给我码掉？我说 ，sorry。可不可以不要念出来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念出来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这什么东西、啊？自行车。哇哦！什么玩意儿？就好，不用画了，已经了解了。你越画越偏了，已经。了解了，了解了。打架，打架可还行？你们不要再打了。哇塞，这个很难，这个你就画吧，你画成啥再难我也给你猜出来。四个字，然后别提示。哇，嘉哥 ，Yeah， 我们这个默契度，嘉哥，如来佛祖。哎，这不是如来佛祖吗？这不是摇滚歌手吗？职业。嗯，啥花？别念出来。你最后画这是个狗还是什么东西？森林之王，这是森林之王。别念出来，大家能不能好好玩？在说什么？它应该是一个字，是一个图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什么什么师傅应该是个。掌勺师傅。哎呦，掌勺师傅，我跟张一奇猜出来个摇滚歌手。我不知道掌勺师傅是个啥意思啊。你就画吧，你画成啥再难我也给你猜出来。掌勺师傅就是你的意思呀。对啊，你画个字体我们都知道了。写一个密。我来了啊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非常形象？太形象了。完了，这根本猜不出来。怒火中烧可还行。怒火中烧怎么这么恶心，这么耳熟啊。我这个简直不要太形象。如发冲冠是什么东西啊？乐乐，如发冲冠是什么东西啊？
写错了，写错了。是怒发冲冠，我已经答过了，错了。这什么小酒窝？小酒窝长睫毛。谁说的面带微笑？何洛洛，快给点提示。不，这个这么明显，都这么明显了，你们就。可以，漂亮，真的，这个鸡蛋砸得好。这哪是愁眉苦脸，跟头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看他的眉毛多么愁，这个眉毛太愁了，有点。有人猜对了吗？没有吧？这哪猜对了？好了，朋友们，安静一下，好不好？灵魂画师给你们画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觉得不好，不好，我觉得不好。先扔个鸡蛋。你先扔个鸡蛋再说。从哪搞的鸡蛋？我这个灵魂画手。一笔画完，好吧，我只用了一笔。羊驼吗？羊驼的三个字吗？哎，何洛洛也答出来了，就是暖心的三分哎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真的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谢谢燕许家，谢谢燕许家，你真的是啊，我傻了，长进路我准备好了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哦，家具啊，这是个胫骨棒。胫骨棒，胫骨棒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不是那种煮饭的锅吗？不是，洛洛猜得很近了。三脚架，三脚凳，我已经用尽全力了，兄弟。三脚凳啊，你这个哪是凳啊？你三什么脚凳啊？你哪脚哪有三个脚？这不是三个角吗？这不是三个角吗？这哪有错啊？这没错啊！我这画就是三个角啊！但它的确，它叫凳，的确挺诡异的。我傻了都，我傻了！天哪！准备准备，这轮算谁最后一名啊？我们是两轮累积算得分的，再玩一轮。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画，有人猜对了，我就不得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但是如果全部人都猜对的话，你就不得分。哎，楠楠直接跳过了吗？对啊，楠楠没选词。哟，我操，没。没事，直接来吧。父母花花。先砸你。哦哦，哇，这个太形象了，这个太形象了，太形象了。爷、yeah. ，歌名。歌名。啊、哦。这叫什么东西啊？挤掉痘痘 ？What？ 哪来的痘痘啊？你这个什么鬼啊？这谁写的？你写的吧，这歌。火山喷发。这是屋檐吧？这屋檐是什么？太棒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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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藏高原。这啥呀？歌名？就肯定是什么屋檐。屋檐底下，这跟屋檐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宋茜老师那个歌吗？宋茜老师那个歌什么？屋顶会着火。拉倒吧，你可拉倒吧。哦，富士山下，这多像啊！这刚画完我就知道了。我也以为是屋顶什么下。我以为屋顶会着火。完了，洛洛，这个大家肯定都猜不出来。我来了啊！这是什么？其实你画的挺好的，一看就是个裤子。没有点别的提示吗？这样，我知道了。哈哈，开裆裤。一厘米啥意思？哦，一厘米。啊哈，我出来了。哎，叶石家懂了，张一奇也懂了。对。啥意思啊？就是这样。我竟然 get 到何洛洛了。啊！哇，超短裤哪有这样子画的？你这是个啥呀？你这是？
一厘米啊，他一厘米，给自己点个赞，还点赞。来了啊，来了，比利来了，比利 ，Bill 还比利都出来了，他要开始上 Bad Guy 了，这个特别好，特别好画啊。这是一个身子，地狱，这是个什么鬼啊？地狱啊啊啊啊啊！我知道了，这叫啥呀、啊？黄鼠狼，我太强了，这什么呀、啊？他都提示都出来了，我是不是画得很好？提示一下呗，就是他总共是五个字，然后呢，那个地狱是前两个，地狱三头怪。和露露其实刚才打得挺接近的，地狱三头怪。哇，你这个哪儿是犬呢？和露露，你知道我熔岩怪是什么东西？和露露，熔岩怪是什么？来，都别画啊，灵魂画出来了。一笔画完好吧，一笔画完你们不认识算我输。你怎么十九分了呀？猜的比较快吧，就第一个猜出来有七分，还挺吓人。四个字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画完了吗，詹琪？你不是一笔画完吗？你不是？刚才那一笔画完了。什么东西？哇，你别说，画的确实还挺有那个意思，但是我没明白是什么东西。何洛洛很接近了，何洛洛很接近了。哦，我知道了 ，Big Go。哦，哇，嗯，什么？炫光鼠标？啊？啥呀？哦，什么？是什么？他旁边画的也很重要。啊，我大概知道了，耶、yeah, 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强啊，强强强！哎，这样子张延琪可以得很多分哎。哇，张延琪这个分数蹭蹭往上涨。灵魂画手，哎呀，我选错了，完了，这怎么画呀？这先给你两个鸡蛋再说好吧。完了，我不会画呀，我这个超级英雄，再出来了。你不用画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灵魂画手，对这种灵魂画都非常有 get 点的。啊？什么？啊？那我加零分啊，我这个。我真的我无语了，我这个我就五分，我真的是。啊！我真的。我不玩了，我退出游戏了，我。最后一名是我们的 Bill 小文、翟小文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宝呀，谢谢波棱盖，谢谢。恭喜 Billy、詹女士。然后也许他是第一名，你可以指定一幅画让翟小文发绿洲和微博。OK OK， 就富士山下吧，我觉得这画挺好的。这个挤痘痘吗？哈哈哈，挤痘痘。那好啊，就富士山下了，富士山下了。什么？认真了？我以为是划船，我还以为是啊！我也知道，佳佳就凭这一题又反超了我。第二右边那个，我还以为卡卡西。我准备用眼睛来看了。啊，你这不是误导吗？你这个，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游戏。你不能干讲这儿啊！